嗨，大家好，我今日特登着翻件西装，因为我一个消息咧同大家宣布嘅。喺19日前咧，我拍咗条片，当时咧我系有123位订阅者嘅。今日6月16号，卡玛频道咧已经有500位订阅者啦。呢个消息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喺呢度分享嘅，同时我会喺呢度保证。卡玛频道会继续做一些正能量的资讯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多谢我呢500位订阅者。原来呢，卡玛频道呢已经有5757位不同的人士呢曾经睇过我哋呢个频道㗎啦。咁我亦都喺度多谢佢哋。仲有睇过我呢个频道嘅人呢，分别来自香港、台湾、美国、加拿大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门、澳洲、英国、日本同纽西兰。我都在这里很多谢他们。还有大家可以来我卡玛频道的网页的。很简单的，只要你在 YouTube 有个放大镜的位置打知识改变命运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找到卡玛频道了。我们未入去卡玛频道之前呢，旁边那里有个订阅制的。如果大家未订阅呢，请按下个订阅制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咧揿下卡玛嗰个 icon 咧，咁就入咗去卡玛频道里边啦。咁样睇翻咧，原来咧不经不觉咧，我已经做咗30条片噶啦。其中有7条片咧系讲呢个前列腺嘅，有4条片咧系讲呢个珠宝制作嘅，另外有9条片咧系讲金同埋银嘅。跟住咧，仲有4条片咧。是讲怎样踏入成功之路，而慢慢这样可以致富的。卡玛频道会继续做多些大家喜欢的资讯。有你们大家的支持，我希望卡玛频道很快能够做到1000个订阅者。好了，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将卡玛频道介绍给你的朋友。这样很快我们就会有1000个订阅者的了。拜拜。